望嗰啲同學啦，喺今日全日嘅活動啦，感受到叫做一個生涯規劃同埋佢嘅夢想。首先你要冷靜，你冷靜唔到，你明唔明？冷靜，我都唔係講緊呢樣嘢。靜唔到，太多，太多，大家亂講嘅呢種，你都係唔明啦。我知道翻學同現實生活真係有啲差距。以後啲生條友唔好再買股票。佢哋好衝動啊！我買雙城之後攞啦，俾你做咩啦？想食嘢啦？咁無奈。唔係啊！我發財。哇！反對社會嘅宿命。你一把都要食飯㗎，靠你啊！你啲黑料嚟啊！還債啊！頭先爭咁多錢，真係得你未揾到工作，但係冇信心。社會揾工係好辛苦啊！你個目標係咪真係想中學畢業先？係啊，月薪一萬，落得如雨下場，好後悔。得翻三千蚊，飯都食唔完。这个剧场不是 Simon 也不是 Benny 的，而是在座这么多位128位的青年朋友。其实不是很难的，就是对自己有信心就可以了。拿多少钱不是那么重要的，最重要都是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。我要进公读书，当然要进修，提高一下自己。知道了你日后的路是怎样行，只要主动和积极，你一定不会是一个败者。是有梦就去追，不要放弃自己，相信自己是能够做得到。今日嘅活動咧，作為我哋十年人生嘅修練入邊啦，我覺得喺補課一定係學唔到嘅。